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来分享一些平时在家里我是用什么保养的哦。第一个步骤呢是洗脸，我会采用 Shakura 的洗脸霜。第二个步骤是高暖搓搓水，我会采用的是 Shakura 的 Hydrating， 它的分子都很小，所以你一定要给它的皮肤吸收完了才可以采下一个产品。你也可以用轻打的拍式，让它更容易的吸收。第三个步骤呢 moisturizer， 我会采用的是 Shakura 海瑞丁 moisturizer， 大概以20cm 左右就可以了，涂抹在你的脸上。还是一样的，要等产品吸收完了才可以涂下一个产品。步骤日霜，我采用的是 Shakura X Day Cream， 它的效果蛮美的，我会涂一半脸给你们看一下效果。在涂抹一半脸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一个白一个黑的。第五个步骤呢，它是防晒了，我采用的是 Shakura 的 Sun Block， 它大概 SPF 是30左右，差不多10cm 左右就 OK 了，不用太多的，像皮肤太白不自然。如果呢你手上还有多余的 Sun Block， 你可以擦在你的颈下。现在呢给你们看一半的效果图哦。现在我们来快速涂另外一半脸，一定要涂抹均匀。一样的，我也是采用 Shakura 的 Day Cream， 还有 Sun Block 涂完整张脸。一下头发就可以出门了。